要一直在讲话。赶快订阅！妹妹，要出发了吗？好了，走了。你又不想走？剑潭三清山步道临近剑潭捷运站，步行约十分钟。登山口位于中山北路四段公车剑潭站旁，是台北市最接近市中心的青山步道。这条步道已成为市民运动与健身的好去处，也是带狗狗出来踏青的好选择。只是长长的阶梯蛮多的，要做好随时认命抱组织的心理准备。往好处想，就是当作练手臂训练。大家都点了，然后我们就叫他，就是看谁有力气。你会记得我的名字吗？你会记得？我拉来拉去，看又来了。什么？哎，妹妹，你有没有带他的零食啊？有。太无聊了吧？可是他现在要吃了吗？啊，摸哪里最舒服吗？就是买回来自己烘了，对，买回来给它铺盖子，对不对？就是买鱼干自己烤啊。哎呀，你无菜。这好像是怎么鸡胗？哦，你们都自己烘哦。那是最近才烘。不少，你看大家握手了。好，转一圈。他不会转一圈，太多了。他只会握手，而且他真的要有吃的才会坐下握手。你给他一个指令之后，他有这样子。对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仰卧起来。妹妹真的很好笑。你的口水。这里，这里，掉在这里。握手，握手。妹妹，这里啊，给我手上。握手，握手，握手，这里啊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握手。那个是比较长。握手，握手。他嘴巴还有，跟那个鱼干一样伟大。握手，然后换手。哇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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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好，握手，握手，嗯，好棒哦，换手，好，啊，心累，心累，这样子，怎么那么棒啊？喝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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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要留着我的那些鱼干香，就是上面还是很多肉，对，继续，看我可能等下真的就要用刀了，这样的路算好走了，对啊。比刚刚好，对他老人家来讲也没有这个。哦，要冲了，要冲了，要冲了，对呀、啊。那是我吃过的，不冲了。他有体力。剑潭山海拔153公尺，位于台北市士林区圆山风景区，是圆山饭店后山的北仑。这里曾是军事管制区与保安林地，因此自然生态环境保存得相当完整。步道两旁栽种了许多人工植被与经济植物，让整个步道充满绿意盎然的生气。妹妹，你要走快一点。
老地方观景平台可以远眺大台北的美景，在这里还遇到好多来远足的小朋友，都很喜欢狗狗，妹妹顿时多了好多小粉丝。不可以从人家正上面摸。好可爱呀！没有，我家是泥娃娃。娃娃很小。哎，你要不要来我家摸？不要来我家摸。我们家有。好厉害，自己摸的。坐一下，坐一下，这也太烫了吧！给你闻，它好热。给你闻，给你闻。它没有风扇，我没有带我的风扇，跟你的感觉不一样。哇哇，这是什么？什么感觉在享受啊？他几岁？他九岁。他跟你一样大哦。妹妹，你赶时间吗？他是想睡午觉啊。好，老人家累了。腰开始分了，嘴巴跟脚底可以散热。车你们来，一直要超车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坐飞机的外衣，别跟坐飞机。妹妹不是，不行，你不可以走太快。妹妹。
收到了，下好了。妹妹表示累得像狗。吃饱了吗？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。